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华德龙，这款新客志愿。好，名字还蛮奇怪，新客志愿，睡觉挂机都能变强。2024良心福利卡牌手游。好 ，VIP 12登录就送。好，我们来吧。九游版本的，哎呦，这个界面怎么那么像 KOF 的那个选人的那个画面？哦哦，好像在恶搞一样。亚美德，亚美德。No， 我还了你女儿。哦，是粉色的。财富、名声、权力，想要这一切吗？我都可以给你，去吧。就是公主，你就能得到一切。陛下，您看这样拿号填表，增加了我们城管人员很大的工作量，而且特别容易滋生贪腐现象。哦，康达。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？陛下，我们还是要以人民的武道会神器。我觉得现在不一个魔族，我提议举办一个武道会，挑选七位勇士，同时倾尽全国的资源。真的有些漫画是这样，有些漫画真的是先选出勇者来，然后才可以去救公主。妙啊！于是木光国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届武道大会，天下第一武道大会。这是七龙珠吗？这不是绯村剑心吗？感觉就恶搞系列的。啊，一年后打了一年。以前小时候那个抓走公主的有很多啊，什么玛丽欧也是公主被抓走啊，然后魔界村也是公主被抓走。魔界村那真的是噩梦啊，根本就过不了啊。就任天堂的红白机那个魔戒村有够难的，直到那个桥有没有，然后有一个小恶魔红色小魔杖飞来飞去就被他撞死，从来没有过过，太难了。而且我们是小孩子，怎么可能过得了。然后后来超魔戒村、大魔戒村、超魔戒村就比较简单的。大魔戒村可能是 Sega 的吗？还是超冷的啊？超冷的吧。反正有大魔界村跟超魔界村就比较简单，而且就比较好玩，它的武器就比较多种，就不是什么小刀啊、矛啊，然后进化成紫色盔甲、金色盔甲。哎，我们的人呢出现 bug 了，这个游戏，哦，太卡了，是不是？太卡了，这还蛮搞笑的，卡成这个样子，例会都跑不出来。好，卡到爆炸有没有？他根本就读不出来。刃空龙电，这个应该是程式太卡了，所以那个模组考不出来。也许他还在背景下载，也许啊，背景在下载这些档案啊、图片啊，所以都跑不出来，所以就很惨很惨很惨。这个低成本手游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就只看到这个黑影而已，企鹅少女，企鹅少女，好，什么什么的爱啊，村长，大家受得了吗？不然我们先跳过好了，我们先跳过好了，因为真的是看不出啊，你看这个都还在读档，这边还不能加倍啊，还不能两倍速。有点慢，有点慢。哦哦，语音出来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又多了一个图片了，然后老婆婆出来了，还在读取中。哇，终于出来了！我看到丁小雨，丁小雨，七和村的少女，丁小雨。好，然后全部都在读取，图片都读不出来。哦，慢慢读取中。思念是种病，阿姆的死。然后这边有推荐码 ，C 位出道 ，Battle 魔王。反正就是恶搞型的放置型卡牌啦，放置挂机的。然后应该是有很多动漫角色会改编成动漫角色这样。然后直接就领 VIP 蛇。然后慢慢跑出来，这些图片慢慢跑。个人档案还在下载也不一定。
因为有时候他们这种档案就是，给你很小的档案让你安装好，然后就开始在背景下载。然后因为我这是连到路服去，路服去有时候那个网路很慢，就会出现这个问题，这是有可能的。跟大家解说一下，有可能是这样。然后你看点的很慢很慢，这个是首充啊，一键领取。我还真的可以领，直接送你耶。已充值98，我根本没有充值，他说我充值了。这个是什么 ？GM 哪吒哦，电音哪吒骑着一个单轮车，还有这个游泳圈，也是恶搞型的。好，无力士点得很慢，没反应。再点一下啊，不理我啊。嘿，出来了，好慢，可惜啊。这游戏我昨天就下载好了啦，它是6月1号开始测试吧，是不是？测试到6月9号啊。那我今天是6月3号礼拜一，只是说还停留在礼拜天啦，礼拜天没什么新游。我刚刚已经在 Play 商店找了四五款了，然后想说要玩第一款，结果就给我闪退不让我玩，换魔人器也没用。啊，因为换魔器刚好这款魔器有昨天有下载好这个游戏啊。那我就来试试看，果然啊，不看好的游戏马上真的就出问题了。村长长这样哦，像阴阳师啊，蒙谬计。不熟，不会吧？这什么东西啊？罗马拼音哦，骗你的。好，水仙、英子、剑客妹、惠香，惠香不是城市猎人那个惠香吗 ？CT Hunter 啊，最近是不是有演电影啊？CT Hunter 啊，好像有瞄到欸。然后这个是小西，小西可能是小倩吧，小倩是乱码的。我们抽完了是不是啊？就这样给我抽完了。反正就恶搞型的动漫角色，画的不是说会很像，就是你可以隐约看得出来这样。好，新来的战士，我们要布阵啊。好，这是格斗的龙吗？不太像龙。好，挑战 BOSS， 布阵一下，布阵一下。你看这个是千年杀啊，千年杀，用这个千年杀去捅人啊。千年杀这个捅屁屁，这个如果是学生应该都会恶搞吧。OK， 看不到画面，非常那个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获胜，我们这个哪吒跟那个格斗家，然后获胜了啦，他不告诉我获胜，继续卡住中。恭喜谁谁谁谁，然后英雄召唤成功，不理我啊，真的不理我啊。这么卡怎么玩呢？通关奖励，第一张勇者村章节奖励，我的强大啊，继续点通关奖励，动不了。有这个泳装哦，不对，他是胖子面罩，怎么好笑啊，萌。胖子用胖子戴在脸上的那个面罩，是 那部漫画叫什么？很变态的漫画。我突然想不起来那部漫画，以前周刊都有连载啊。大家还记得吗？什么蒙面的？我来找一下。好，疯狂假面啊，疯狂假面，就日本的一个漫画。我就输入内裤面罩漫画就出现疯狂假面日本英雄搞笑漫画，他就是会不自觉戴上那个内裤，然后就变成一个很像超人的一个人，然后变成疯狂很正义这样啊。光头侠出现了，这个一拳超人大家都知道啊。啊，恶搞型，音乐怎么不见了、啊？我们好可怜哦，连音乐都不见了。你想要
女王的内衣吗？感觉好像下载好了，慢慢变快了，慢慢变快。哎、欸，有，感觉越来越快，终于正常了。哎呀，终于正常啊！在背景给我下载好了。哎、欸，我被骗了，没有，还是很慢。好，哎、欸，最近看了一个那个新闻，说什么中国有10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直播主，哎，好厉害哦！直播带货，人人都是直播主啊。他们还有一些景点，全部都直播，都在那边直播。我又抽了吗？好吧，啊、你看这个《城市猎人》那个阿良嘛，他叫阿良吗？不知道，哑语聊，哦，哑语聊，嘿，灵丸嘞，灵丸，仙人斩，伤员是那个悠悠白书的，这个猎人、我不知道谁，生鱼哥，平乳酱。好，这个、应该不会被告。这个游戏音乐画的完全不像，不太像，而且那个白森龙，白龙，然后而且他那个名字都完全改掉，所以不会被告，被告几率超低。反正这路虎游戏啊，你也不能把它怎样，对不对？快速作战。恭喜获得两小时收益哦。对啊，两小时收益。阿豆肯修六肯阿豆肯。波动拳啊，波就是哈，豆就是动嘛，拳就是拳嘛，这、就是波动拳。啊、豆肯，那以此类推啊，乌龟是卡梅嘛？我只是锻炼了三年而已。那龟龟坡是什么？卡梅哈，龟龟坡，龟派气功，龟龟坡。那还有什么？修六肯，小时候叫什么？是叫修六肯吗？还是 Hold 六肯？小时候都叫 Hold 六肯呢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是 Hold 六肯还是修六肯。因为那个我玩那个快打六的时候，好像是修流拳的，我就新流练帕，那个拳的绝招新流练帕，我到底要干嘛啦？英雄召唤是不是？哦，召唤十字。这个灵女是谁啊？土豪时期西米。哦，这个是那个这个角色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那个神龙号。就是 有一款 Q 版，也不知道 Q 版，就短腿机器人龙神号龙神丸那一种的，那一部叫什么魔神英雄传，对不对？魔神英雄传好久没看了，小时候电视剧有演，电视会演，所以会看一下龙神丸啊，什么白虎丸啊，是不是？还是说他有两部都超像的，反正就魔神英雄传还是什么的哦，还有一款是那个魔动王啦，魔动王，那刚那个应该是魔动王。魔动王的话就是一个机器人，是一个人的头，然后它会变成机器人，一个很大颗的头，然后它那个身体就是它的头，然后会把它的手脚给展开。魔动王，反正我觉得魔动王跟那个魔神英雄传这两部都超像，因为机器人都是 Q 版的，就腿短短的那一种。小时候也都有买那种玩具啊，女王的，这够老了吧？够老了，超老。现在如果你还玩得到这种什么这种机器人，大概都是那个吧，机器人大战才会出现吧。哎，卡住我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刚不是已经恢复正常了吗？我要变强，我变不了啊，我变，我变不了强。出来，我要变强。我要变强，英雄等级，因为这是引导啊，我只能跟着做。然后组成八天登陆千年杀啦，千年杀，这个是怎样？圣斗士星矢哦，哦不对，青龙云掌，这个是那个好吧？关羽哦，兵长这个大家知道啦，就进击的巨人嘛。
进击的巨人兵长，很多那个 cosplay 都会 call 他 cosplay。 我想男生女生的比例是不是8:2啊？大部分都是女生在玩啊，就摆拍啊，然后一群色胚就拿那个镜头一直拍，那相机一直拍，咔咔咔咔咔咔嚓咔嚓咔嚓，然后就上传在 YouTube， 我们就可以看了。就什么动漫展啊，什么展啊，都是台湾的话都在那个真艳馆吧，花博真艳馆，以前有去过。好像大部分都是，哎，这怎样？我移过来是不是？哼，英雄融合。哇，这是谁啊？这我不知道谁，那恶搞成这个样子。卡顿那个中。所以你们看我玩就好啦，你们不用下载啊，那就卡顿这个，我也解决不了。快速放入，它可以产生这么多献祭哦？为什么要献祭这些英雄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要管它啦。这个英雄融合。然后这个虾卡啦、哦，还有合成，你需要这个他两只，我没有。然后这个四星英雄、三星英雄也需要五只跟四只，我也没有。他只是告诉你英雄可以合成身形吧，可能是这个样子啊。OK， 那慢慢的没那么卡了啦，慢慢的没那么卡了，已经恢复正常了，应该在背景偷偷下载好了吧。好，那这个陆府游戏是这样，就是供那个氪金的东西一大堆。这边有送999抽，好吧，送999抽，好可爱哦，这个。不知道哪来的角色，有没有一个狮子的一个布偶，一个女生穿的。好，999抽，然后这边还有99抽，这个要花钱。这个是送的，你通关主线就会送你。好，其他的应该都是氪金啊，什么特权卡啦、基金啦，八天登录应该可以领一下，我刚领的。第二天拿这个不知道谁 ，MU 不是奇迹吗？奇迹 MU 啊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英雄，目前的英雄。好，这边是哦三任务，他这个是三任务，不是四任务。拥有什么二十级英雄，我们来练一下好了。哎，时间上差不多了，我们就玩到这边吧，好不好？结论就是恶搞型的动漫角色啦，而且是超恶搞，有时候你就看不懂他是谁。好的，我是阿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喽，大家拜拜。